有六位咧將會受洗，我哋感謝神。咁我哋喺呢個時候咧，我都好簡單，首先解釋一下，神係活神嚟嘅，係真神，真係有天堂有地獄，係真係有好多嘅證據。雖然我哋當中有啲人咧係未認識耶穌嘅，但係咧我哋知道神係好真實嘅。咁如果當中有啲未信認識耶穌嘅朋友咧，我哋係好樂意幫助你，讓你咧去知道神嘅真實，同埋你可以經歷到神嘅，可以經歷到耶穌嘅。係好多人咧，佢哋啊，譬如有啲係研究啊聖經嘅啊嗰啲預言啦，知道聖經真係神嘅説話啦。有啲人咧係啊去睇考古學，睇到聖經裡面所講嘅係真係以前發生啦。有啲人咧係去研究咧聖經裡面嘅科學性，睇到聖經裡面係真神嘅啟示啦。咁咧，亦都有好多人係經歷聖靈啦，祈禱經歷聖靈，或者醫病有趕鬼，或者睇到異象、睇到天堂、睇到耶穌，令到佢哋咧好相信真係神係真嘅。咁亦都有啲人咧奉耶穌名趕邪靈啊，就證明耶穌真係得勝嘅，係勝過一切嘅邪靈嘅。咁亦都咧有啲人咧係點樣咧？佢哋咧係離世喎，短暫離世，個靈魂出竅咧。他們會看到周圍的事物，就看到一件事，就是說原來人離世呢並不是消失了的，是真的會繼續存在。如果他靈魂出了來，他就看到哪個人入來，哪個人說什麼話，甚至他的名牌寫著什麼名字，他都看得出的。這些有很多人研究讓我們知道真的人有靈魂，還有他們有些出去就靈魂出去就去了天堂，有些去了地獄，其實這些都是讓我們知道神的證據來的。還有耶穌為我們死是一個很真實的事實，是很愛我們、拯救我們，而信耶穌的人真的會經歷改變，真的會經歷到神很大的改變。咁我都喺呢一陣咧，我哋會睇一睇洗禮嘅經文。咁我都想講講關於洗禮咧，係有不同嘅睇法嘅。咁但係根據聖經咧，係好清楚講到，聖經講到咧，洗禮有七樣嘅功效。譬如其中話洗去你嘅罪，求告他們受洗，係好明顯講到洗禮係有功效嘅。咁咧，但係咧喺不同教會咧，因為有啲係對抗天主教，就覺得洗禮係冇功效嘅，係淨係信耶穌，即係佢強調信耶穌，信耶穌係真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，到底洗禮本身有冇功效，同埋聖餐本身有冇功效？咁呢樣嘅睇法，聖經咧就話洗禮係有功效，有啲睇到嘅，呢啲經文都講到洗禮嘅功效。但係佢喺信仰上點樣協調咧？因為佢哋覺得係佢哋信耶穌唔係洗禮得救嘛。咁我解釋嘅原因咧就係咁啦，我用嗰個方法解釋，就係咧，好似當有兩個人嬲咗對方，好啦，有一個願意饒恕對方嘅時候，佢饒恕可以用説話喎，我饒恕你，我接納你，以前嘅事當冇事啦，咁樣個言語。但如果佢言語完咗之後，跟住佢走咗咧，咁個人都有時都諗下，唔知你係咪真係饒恕我咧咁喎。但如果佢話饒恕，跟住話我請你食飯，一齊去食飯好唔好啊？你一齊，我送個禮物俾你啊！個人係咪會更加感受到佢真係饒恕佢、接納佢，或者攬下佢，更加體會到佢饒恕佢？神就係用唔單止用説話，用嗰種行動。其實個行動一樣係要憑信心先可以領受嘅。信耶穌，你信靠耶穌，即係洗禮嗰時唔係我信洗禮，係信耶穌透過洗禮赦免我嘅罪。因為聖經係好清楚講到有呢個功效嘅。咁咧呢樣嘢就解釋咗，其實有好多人就唔明白神可以透過行動去。去赦免同埋去拯救人，唔係嗰樣行動。如果嗰樣行動冇信心，一樣冇功效，係因為我哋一樣信靠同一個耶穌。我用個翻借先嘅比喻，兩個人嬲咗啦。當呢個人饒恕佢，用説話同埋用行動，佢攬下佢，錫下佢，或者俾個禮物佢，佢都係同樣呢個人嘅饒恕，係咪啊？而呢個人接受一樣係我相信佢饒恕咗我，所以佢就得到饒恕啦。咁所以咧。洗禮都一樣，一樣係相信背後嘅耶穌，佢赦免我嘅罪嚟拯救我哋。我一齊讀一讀呢啲經文啊，《使徒行傳》22:16，起來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嗱，呢度講到兩個行動，求告他的名受洗，呢兩樣一齊會帶嚟洗去你嘅罪。嗱，如果淨係求告他的名洗去你赦免你嘅罪咧，咁你就求告他的名，神就赦免你。但係佢受洗又洗去你嘅罪。洗係咪同水有關啊？洗呢個字眼，洗咗你嘅罪，即係話咧受洗都係有份嘅，即係受洗可以帶嚟罪嘅赦免、拯救啦。你睇前書3:20-21，
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，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個人。這水所表明的洗禮，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。嗱，呢度好清楚講到洗禮藉著耶穌基督復活，亦都拯救你哋。咁所以係講到拯救咗。咁有啲話，我信耶穌已經拯救咗咯。你洗禮嘅時候係神用行動話俾你聽，你加入神嘅約裡面，亦都好似個婚禮。譬如有個男人同個女人講：我愛你啊，不過始終都唔結婚。咁個女人就話：到底你係咪真係愛我咧？佢用婚禮嘅時候，個女人知道佢真係愛佢，願意同佢一齊嘅。咁呢個就係一個行動啦，重生啦。提多書三章五節，他便救了我們，一齊讀啊！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，而乃是照他的憐憫，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，就係洗禮可以叫人重生。嗱，呢個重生咧，有啲人就話：咁我重生，我信主已經重生咗啦喎。嗱，重生嘅洗咧，喺特別喺幾時係更加明顯咧？就係喺嬰孩嗱，有啲人就覺得嬰孩唔應該受洗嘅，應該大個先受洗嘅。但係咧喺聖經裡面記載係啊腓喺啊腓立比個禁卒嗰家係成家受洗喎。咁咧喺啊五旬節嘅時候。3000人受洗，其實那裡有大人有細路喎，即係有大大細細都有嘅。即係話洗禮都可以神透過洗禮去祝福嗰人，將佢生命更新，啲神可以做工正如。當然亦都係有神嘅話語，但係當嬰孩佢唔明白嘅時候，神係可以透過佢祝福嘅。其中一個例子喺聖經裡用咩例子呢？就係施洗約翰。咁咧佢咧就喺母腹裡面嘅時候咧，當以利沙伯一見到瑪利亞，即刻聖靈充滿佢，即刻佢就喺度跳躍，即係話聖靈都可以感動喺母腹中嘅嬰孩。咁從有喺洗禮嘅時候，神都可以祝福嘅。咁即係呢一樣嘅行為，因為我本身喺路德會裡面讀神學啦，而發覺佢係真係聖經有講呢樣嘢，而係有支持嘅。咁大家如果有想去研究，係我哋可以研究。而我最緊要係信耶穌，全部背後都係耶穌嘅，穿上基督。加拉太書3:27。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的，即係受洗咧就著住耶穌啦，耶穌喺我哋身上咯喎，屬於主嘅身體啦。哥林多前書12:13，我們不拘是猶太人，是希臘人，是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從一位聖靈受洗，成了一個身體，飲了一位聖靈，即係話同佢受洗之後就成為一個身體啦。我哋全部都係基督嘅身體，亦都飲於呢個聖靈去領受佢啦，又得著聖靈啦。彼得啊，使徒行2:38。彼得說：你們個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們的罪得赦，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，亦都會領受聖靈嘅。然後咧，與主同死同活啦。哥羅西書2:12，你們既受洗，與他一同復埋葬，也就在此與他同埋復活，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神的功用。即係話咧，我哋受洗嘅時候，同佢一齊埋葬，一齊復活，一個新嘅生命嘅開始啊！即係話神。神係真係的，而且確喺洗禮裏面咧係做工作嘅，即係唔係淨係一個禮儀嚟嘅，佢係聖禮嚟嘅，係神藉著耶穌基督所做嘅事嘅。OK， 好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會唱一首詩歌，由我先。
冰山。